岁，我身高1米58公分，我体重77公斤。我高中毕业了，我在北京等我结婚了。我家有3个人，啊，我家有4个人，包括老公，2个男孩和我。我想去台湾工作，请爸老板帮忙。我就回复努力工作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